您现在收听到的是《超级大主播，作者浪高三尺三，由大斌为您播讲。王野没有再过多的解释，似乎提到恶人岛的时候，他的表情会变得很奇怪，目光之中的复杂，李高楼看不懂。之后，王野又扣住了李高楼的手腕，脸色再度变得凝重。你的身体又出现内损了，这样下去的话，会有生命危险。 他的话说完，李高楼也显得很担心呢。只要是超出极限修改生死簿上的内容，他就会遭到反噬。这种事情，他似乎已经没办法避免了。坐在椅子上，李高楼无奈地跟王爷说：“那些药还能找着吗？有没有其他办法？”那些药第一次使用的效果会很好，可再用就没什么太大效果。一边说着话呀，王爷一边低着头沉思着。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你的身体太弱了。 如果你的身体足够强大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麻烦。王野的话，李高楼完全明白。如果自己拥有跟王野一样强悍的身体，那他能够承受的反噬力也就会强啊，身体也不会轻易就受到损伤啊。然而，问题是他如何才能够拥有强悍的身体呢？生死簿是有限制的，他从最开始啊就给自己加了个强大，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改造。 只有随着等级和经验值的提升，才可以继续重新添加。然而这样等下去太漫长了。突然，王爷看向李高楼，认真的说：“再等等吧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或许对你来说是件好事。”愣了一下，李高楼没反应过来。再问的时候，王爷呀，却跟恶人岛的事一样，压根啊不愿多说了。随后，王爷返回了会所那边。 相比于修理厂这边简简单单的接手那边的生意还挺麻烦，反正李高楼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继续留在修理厂吧。没几分钟，李天元匆匆忙忙进来了。李厂长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李高楼看见李厂长，直接就问了。这位厂长，他的确不打算继续留下。愣了一下，李天元一脸无奈。这老板明显就刁难自己啊！半个月的时间，修理厂根本不可能成为柳川师最牛叉的所在。 又哪能写出什么计划书了呀？等不到李天元的回答，李高楼当即说：“给你三天时间啊，再给三天，如果还看不到我要的东西，你就自己离开吧。”这座修理厂的改革势在必行，更何况为了李高楼心中那个更大的目标，李天元这种人实在没有留下来的必要。谁知道他啥时候会因自己一把呀？ 纵使心里非常的焦急，想要解释，李高楼这句话却让李天元无可奈何，他只能点点头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哈、啊，呃，市里文物局带来一支参观队，说是要在咱们厂里边看看，研究一下柳川市的历史。说起他来找李高楼这趟正事李天元倒是挺利索。李高楼啊，没当回事，摆了摆手，那就带着他们随便转转呗。答应了一声，李天元就要离开。 他也觉着这种事儿没必要通知李高楼，实在是这位新来的老板明显对自己不满，所以他会如此小心的。翼。眼看着李天元就要离开，突然之间，李高楼脑子闪了一下，回来，你刚刚说哪儿？文物局带来的参观队，猛地站起身来，他盯着李天元，李高楼的声音变得紧张了。这李天元一头雾水啊，好端端的，啊，确实是文物局的。 您有什么吩咐？你等等，咱俩一起去，一起迎接一下。深吸了口气，短时间内，李高楼想起了很多东西。为什么是文物局的呀？啊，要知道这修理厂虽说有点年代，也不至于让文物局注意到吧？我这厂子哪块是文物啊？你更何况还是还还带一支什么参观队？ 别人不知道，李高楼自己清楚。整个修理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然的宝穴呀，里边藏着一个巨大的宝藏啊。虽然说这个宝藏已经被李高楼收入囊中，但是他自己也很担心会被别人知道。毕竟那些宝藏藏在青石板下边，怎么看都是让人故意藏起来的，很有可能人家会留下线索回来找。就这样，李天元跟在李高楼的后边一起下了楼。 此刻修理厂门口啊，赫然停着一支越野车队。郭江跟何思琪站在一起，他们身边的是几个文物局的工作人员。这个地方啊，的确有些历史了。没想到何小姐的祖父居然会在柳川待这么久，还真是缘分呐。说话的这人叫周子豪，他老爹呀是柳川市文物局局长。 因为郭江这位考古界老前辈的原因，所以周子豪才会被他爹打发过来跟随这支考察队。本来周子豪完全没兴趣，他就是个标准的纨绔子弟，哪像是能跟着考察队溜达的人呢？然而这一切在他看到何思琪之后发生改变了。这女孩实在太吸引男人的目光，紧身衣包裹着的身材堪称完美，最重要的是那张脸。 混血特有的一种神秘感，让周子豪那眼睛都直了。所以此刻他说完话的时候，眼睛里啊只有何思琪一个人。说完之后，他转向门口的保安：“你们厂长干啥呢？磨磨唧唧的，让他赶紧出来！”开玩笑，能够在这种大美女面前露脸的机会实在不多呀。如果周子豪不知道利用的话，那他也就白活了。 何思琪倒是并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意思，不过却也没多说什么。从美洲长大的他非常明白这小子心中的那点小九九，确实啊，也没什么兴趣搭理他。对于他来说，现在除了自己祖父的遗产，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。郭江就站在他旁边，手里依旧是捧着地图和厚厚的资料，这鼻梁子上架着眼镜，正在认真的在那研究呢。说来也巧啊。 谁能想到这支队伍刚刚到柳川，第一个就找到了这座修理厂？郭老，您看这儿有没有可能留下什么线索？看着修理厂周围的情况，何思琪并不抱什么希望。在自己祖父的笔记本上，这修理厂只提了一句，根本没多余的文字描写。周子豪这会儿等不到开门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就到保安室大门口，直接就喊上了：“保安，保安！” 你们厂长呢？就这时候，李高楼跟李天元两个人出来了，第一眼就瞧见了何思琪。李高楼的确也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，不得不说，这女孩站在人群中的确非常亮眼，让人没办法不注意的。你就是厂长啊，半天不开门，不想干了？周子豪早就等不及了，此刻直接冲着李天元嚷嚷着，语气十分嚣张。至于说李高楼，他都没看一眼。 哈、啊，不好意思，这就开门啊！李天元为人毕竟圆滑许多，他知道李高楼不愿意跟这些人多说什么。人家何思琪小姐大老远从美洲到咱们这儿，就是想探寻一下她祖父曾经的足迹。不然你以为跑到你们这破厂子有什么好参观的？都快倒闭了！嘴里边一直嘟囔着。这周子豪啊，又已经换上一副笑脸，朝何思琪那边走过去了。其他人没什么反应。 李高楼听到这话，浑身一个激灵，来了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自己刚刚发现这宝藏，谁能想到立马就有人找上门来了。那边的何思琪还在跟郭江讨论地图的事呢，李高楼已经完全猜到是怎么回事了，毫无疑问呢、啊，这女孩跟烟囱里边的黄金还有古董肯定有关系，心里边有点紧张，不过李高楼脸上没有任何异样。 他在没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翻开了生死簿，他想要弄明白这何思琪到底是什么人，他的祖父又是谁。